三日，根据韩国企业评判研究所公开的最新数据，针对5月1日至6月2日期间的受人喜爱的50个综艺节目的相关大数据分析，《我独自生活》摘得6月份综艺节目品牌评价1位，《Radio Star》摘得2位，《我家的熊孩子》摘得3位，《认识的哥哥》占据4位，《Heart Signal》占据5位。粉丝纷纷表白评论：“我独大发，彩虹家族最有爱，为我独打 call 大发。”表白1位的我独，表白有爱的彩虹会员，表白我最爱的 Henry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